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耶稣，荣耀耶稣的名字，哈利路亚。从西安山而来，就是恩典从
宣告神你掌权，主我们宣告你的日子来到，主啊我们所有人都要兴起，谢谢耶稣基督，我们仿效你的仆人，主啊在神的面前这些属灵论伟人我们要效法他们，主耶稣基督让你的儿女们再次兴起，枯骨都要兴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，枯骨都要复活过来了，因为主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，他复活的能力叫我们那已死的或必死的将死的人都要能够复活过来，我们就去宣告今天是一个复活的日子，今天是我们灵性复活的日子，今天是我们在复活当中有盼望的日子，今天就像以利亚的日子一样，上帝从天降临，把他复兴的灵火焚烧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就同声一起宣告今天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，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我们的祷告，复活的大能来到，复活的大能来到，复活的大能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啊，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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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，沉睡的灵就要苏醒过来，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，一切死亡的忧伤要离开我们，一切死亡的绝望要离开我们，一切对死亡的恐惧要离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宣告，有些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，我们仍然活在死亡的阴影的里面，也许你正在遭遇一个死亡的冲击，要奉耶稣的名，复活的能力和盼望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害怕了，有的人信主之后仍然在沉睡的里面，在昏沉低沉的里面，复活的灵要充满我们，复活的大能浇灌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是沉睡的，不再是低沉的，不再是沉闷的，不再是低沉，在一个沉闷的情况中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被他兴起，要被他复兴，我们就来宣告，来祷告，死亡不能够辖制我们，死亡的阴影不能控制我们，死亡的恐惧不能威胁我们，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死亡的恐惧不能威胁我们，谢谢死亡的灵，将罪孽带我们从死亡的阴影中解脱，结束生命的害怕，复活的灵让我们当去，主啊，祷告在我们大家的里面，主啊，让你的能力谁能遮挡？主啊，让你的能力谁能遮掩？主啊，让你的能力可以接住我们，复活的灵才能彰显。主啊，让我们祷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是你的救主啊，是你的救主啊，是你的荣耀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以利亚的日子，他在他的身份上面为主做见证，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也祷告，在我们的身份上面为主做见证，做上帝儿女的见证，在职场中间你为耶稣做见证，为上帝做见证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呼求上帝，仰望上帝，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，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我们就在我们的本分上面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见证人，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我们来到这边祷告，我们要成为那个见证人，我们成为在我们是心上的那个见证人，我们成为在见证人，我要向主来见证你的名，如同以利亚在主发出见证当中被主做荣耀的见证一样，主我们向你祷告，你们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主我们向你祷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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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祷告仰望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有的弟兄姐妹正在经济的困难中间，在经济的风暴的里面，在经济上面遇到很大的危险，我们祷告上帝解决你的问题，在经济，在工作，在你的职业上面，在你职场中间遇到的艰难，主亲自为你解开这个困难，主亲自带你超越胜过这个困难，在经济上面有困难的，在职场中间有困难的，正在找工作的，人生中间在职业中间在选择的，我们向主祷告，今天上帝的明确的方向要赐给你，今天上帝明确的道路要指示给你看，我们就同声一起为我们在经济上面所面对的挑战，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，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主
啊，今年是丰盛的季节，主啊，圣灵要在你的儿女生命当中来显丰盛的祝福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要使我们获财富丰盛，主啊，这是神给孩子的应许，我们要欢乐的迎接丰盛的圣灵，我们要宣告，领受所有的祝福，感恩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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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还要再努力，是，都还要更多的祷告。主把那福音的大能再次透过教会，也透过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们，把它见证开来。圣灵亲自的工作在这个世代，你就为你的国家、城市、社区祷告，信耶稣的比例、人口还要再更多，在今年能够再加倍的成长。更多的成长，我们就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信望你的心，来祷告，信望主啊，主啊，在我们国家的里面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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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支持，主要是时代里面的人们看见国家要被翻转，看见我们的城市要被翻转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一起祷告主。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这句话我们要牢牢的抓住，每一天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么抓住神的应许，向他来呼求，摇动他的双手，昼夜呼吁他来成就事情。我们要特别为着有肺癌的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有在上帝面前那个肝癌的，我们向神来祷告，求上帝亲自的来医治，来恢复，向神仰望，向主呼求。舌癌的、口腔癌的，向主来祷告，亲自的医治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也许不是你，是你周围的朋友、家人，你所爱的，或者是你所认识的，我们就在主人面前奉主的名为他祝福祷告。Amen. 上帝的医治临到我们的身上。Amen. 同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所有的舌癌的、口腔癌的、以后是吧，疾病的、癌症的，都是我们现在的奉主的名祝福祷告，一直延到打跑。求我们先别接受主的话语，主的祷告，唱完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单单的信于你的话语，主的大能，医治的大能，主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耶稣。是的，耶稣，为他医治，我们仰望你，你的儿女们没有被疾病捆绑，相信全地，我们那些被神大的医治救命出来的，我们宣告，医治要你做，我们要释放你的道，我们宣告，哦，是那圣大的医治，我们不能接受，我们就得不了医治啊！谢谢耶稣，我们坚决抓住你话语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仍然要向主来祷告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向主祷告。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青少年的工作可以复兴起来，学生的工作可以复兴起来，因为那象征的 教会的下一代，还要在下一代。我们为着我们的儿童事工，我们来向神祷告，我们为着儿童的牧养向神来祷告，主亲自帮助我们，帮助众教会兴起有热情的、兴起被呼召的工人，来牧养儿童，来牧养青少年，牧养大学生，向主仰望。我们的下一代要比我们这一代还要更复兴，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要比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还要更加的荣耀，过一个更强壮的生活。虽然要有很多的冲击，虽然21世纪真是不一样的世代，然而我们仍然心存盼望，我们仍然带着指望向主呼求，向神祷告。我们就为着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，求上帝亲自的拣选、呼召、聚集、教导、门训，兴起下一代。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为着我们下一代来祷告，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，下一个世代，主啊，主啊，是新年的时候，是你要到的教会里面，主啊，下一个世代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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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
耶稣，你兴起我们的下一代，在下一代让我们的年轻人，主啊，让我们不向往这个世界的诱惑，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这个世界的引诱。谢谢耶稣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一早我们睁开眼睛，我们就借着祷告来服侍你，因着祷告我们亲近你，也透过祷告明白主的心意。谢谢主，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在这里就聆听，谦卑的聆听。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越祷告越发的看见主运行在这世上，运行在这地面上，运行在社会国家的里面。谢谢主，把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阿们，感谢主。跟右边左边跟你一起祷告的人跟他讲说，主工作直到如今从来没有停止，来告诉他，主工作直到如今从来没有停止。因着我们祷告，主就不断不断的工作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上帝，祷告是一个属灵人的记号。一个人自称他是属上帝的，你一定会看见一个记号叫做祷告。一个人说他是跟随耶稣的，你一定会看见他生命中间有一个记号叫做祷告。有人说他是耶稣的门徒，一定看到一个记号叫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一个人说他是如何的爱主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上帝的人，这个人你在身上一定看到一个记号叫做祷告。凡是自称为自己是属灵的人，凡是我们从圣经上看见属灵的人物，都在他身上看见一个记号，就是从来没有停止祷告的生活。我们要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30-43节有点长的经文来看一下，摩西他的确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不断的在摩西身上看见他不祷告是什么光景，看见他祷告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感谢主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的第30-43节，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。正前进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：“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。主对他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。我下来要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”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？”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这人领百姓出来，在埃及，在红海，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：“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，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”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们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，对亚伦说：“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”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：“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，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”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摩西上山的过程中间，他们产生的一些想法，以及一些的叛逆悖逆的作为和方式。但是当时的摩西是不一样的摩西了，那时候的摩西已经是80岁之后的摩西了，不再是40岁以前的摩西了。那一个不祷告的摩西已经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淬炼，他亲自遇见的神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摩西被称为是属灵人，没有任何人会反对。摩西被称为是属灵的伟人，没有人会反对，因为连上帝都说，连神都说摩西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所有一切人。哇，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属上帝的，非常非常特殊。神使用他，拣选他，神亲自的让他成为他手上的仆人，甚至于说你的关系，我们跟你的关系是那么样的近。好，摩西知道上帝的想法，摩西知道上帝的感受，他非常非常明白，连神要为摩西兴起另外一个百姓取代以色列百姓，摩西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你就说摩西他真的可以被称为是属灵的伟人。他生命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，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因为摩西的祷告产生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他的人生有了分水岭。因为祷告，一个人的人生中间就开始有了分水岭，往东或往西，北或南，就开始产生了分别，开始产生了不一样了。祷告使我们领受异象，人生就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百姓，
当你在祷告中领受异象，你就过不一样的生活，你一定会过不一样的生活。当你祷告的时候领受异象，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。当你祷告领受上帝天上来的启示，人生就不一样了。有多少的宣教士开疆辟土建立教会，因为他们在祷告中间领受了异象，所以他人生完全不一样。摩西因为祷告，人生有了分水岭，有个重大的转折。祷告使我们与圣灵同工，与圣灵同行，这就是摩西。摩西祷告领受了上帝的话语，摩西祷告跟神同工，摩西祷告跟神对话，摩西祷告听从上帝的指示，摩西祷告神告诉他这样做他就这么做，摩西祷告神为他出面，摩西祷告神为他成为保护者。摩西的祷告让他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变化，重大的改变。告诉右边左边的，跟他讲，你的人生要有改变，一定要来祷告，来告诉他，你的人生要改变，一定要祷告。有祷告就会有不一样，有祷告就会有分水岭。第二个，摩西的生命开始倍增了。40岁以前的摩西，虽然有了全埃及所有一切的学问、口才各方面都非常好，但是他的生命倍增，可以带领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过红海，度过40年的旷野，进到迦南美地。虽然他没有进去，站在尼泊山上面看到了百姓在那里等待要进到迦南地，摩西基本上他的生命中已经成为一个多而又多倍增的生命了。生命的秘诀，倍增的秘诀就是祷告。祷告是你生命倍增的秘诀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因为真实的祷告使我们谦卑而且被扩张，摩西就是这样，任何事情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，不能解决能解决都来祷告呼求神，生命一直不断的被扩张，再扩张，人在后面批评论论他扩张，连姐姐米利亚敬拜的领袖出来指责他，他的生命还是被扩张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来到主面前向主呼求，向主呼求。摩西不一样，真实的祷告使我们可以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，就不一样了。生命会倍增是因为主权交出去。小孩带着五饼二鱼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耶稣，就成为倍增的生命了。生命的倍增就是把主权交出去，把主权交出去。最后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，摩西可以这么一路上面走出来，因为祷告是他生命的记号。祷告让摩西，也让我们在患难失败中间不被吞灭。有多少的困难，摩西仰望上帝，神为他解决。以色列有多少的怨言，摩西向神祷告，神宽容赦免他们。在患难失败中间不被吞灭，这是你跟我真的是值得走的一条祷告的路。祷告让我们可以献祭，可以委身，蒙神喜悦，蒙神悦纳。祷告让我们可以出埃及，祷告让我们可以渡过红海，祷告让我们可以走出旷野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向神仰望，让我们领受异象，向神祷告，生命与圣灵同工和同行，人生中间有极大的分水岭。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赞美，主领受同工，谢谢你，主让我的祷告在你面前蒙放悦纳，主让我的祷告在你面前被你改变，耶稣让我的祷告在你面前被你复兴，主让我的祷告在你面前被你翻转。谢谢你。主啊，帮助孩子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我们敬拜你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我们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让孩子们主在你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异象，因为我们若没有异象，我们就放肆。主没有异象，我们就不知道当往何处行。主，我们没有了异象，我们没有目标奔跑。主啊，你帮助你的儿女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异象，定义奔跑主你的道路。主啊，你也让儿女们真正能够领受从你而来圣灵的恩膏与能力，与圣灵同工，与圣灵同行。主啊，体贴你的心意。谢谢耶稣基督，谢谢。阿门。我们来祷告上帝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倍增。我们活在祷告的里面，我们生命可以倍增，被上帝扩张。我们向主呼求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被扩张、倍增出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仰望上帝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扩张，在谦卑的祷告，在谦卑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倔强，扩张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让我们在面前蒙各样的恩惠，我们不害怕。主啊，我们让神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因为祷告，荣耀。因为祷告扩张我们，我爱我们的阿爸父。
我们今年要在你的面前立志，主啊，我们不再以制式的祷告为一个享受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更真实的向主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在祷告里面真实的祷告里面遇见神，我们要知道神你的心意，哦，恳求主人来破碎我们的一切的框架，帮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真实的看见我们生命的光景，主啊，我们什么地方必须要被你来修剪，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你必要使我们哦结果子更多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祷告上帝，因着祷告出埃及，因着祷告过红海，因着祷告走在旷野中间，进到迦南美地。同声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主啊，是让孩子们经历，因着信心依靠仰望到经历过红海，主啊，这个旷野，这个旅途过去，主啊，进到迦南地，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美好人生的目的，人生的目标就当如此。主啊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在祷告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不失去那盼望。或许有些人，主啊，我们现在正处在那个旷野当中，主啊，但是当我们不断的透过祷告与你连接，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主啊，你必要带领我们出旷野，进入那应许之地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透过祷告，主啊，使我们与你连接，主啊，我们就不被死亡吞没。主啊，透过祷告，我们与你连接，你就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。谢谢耶稣。主，我们向你仰望，向你祷告。主，让我们的生活中间有祷告的记号，让我们一生中间多而又多的祷告的记号刻画在我们的每一个时刻。谢谢主，都让我们成为祷告的勇士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驾着天上云，闪耀如烈日，Shine.